作者烟花惹笑，演播一刀苏苏，一种侃侃，后期制作千雪。第660集。这辈子想做什么？剑一似乎没有察觉到危险的靠近，低头看着前路，好像认真的在思考着。就在凤九儿指尖一紧的时候，剑一忽然道，在天机堂一起救人的那几日，我过得挺开心。天机堂那几日？可凤九儿分明记得他一天到晚绷着一张脸，哪里开心了？你孤僻的要死，大家都想跟你相处，但无法相处。剑一没说话，也没有解释，但那几日确实是他最开心的日子。为什么开心？九儿相信他这话不是骗人的。剑一看着脚下的路，淡淡道，不知。是因为救了人？剑一一愣，想了好一会儿才道，或许是因为发现自己原来不仅仅可以杀人，也能救人。凤九儿却捏紧了银针，心头又是一阵莫名的酸。你从来就没有朋友吗？他不知道自己在想什么，只是看着他脖子大动脉的时候，忽然就觉得这个男人其实也挺可怜的。他更不明白的是，自己是他想要砍手的对象，他怎么对他一点防备都没有呢？难道他真的以为自己会坐以待毙？剑一，他到底在想什么？他又想到那个女人，那个说什么都不愿意放过他的女人。凤清音也不算是你的朋友吗？剑一不知道凤清音到底算不算，他甚至不知道朋友这两个字该如何去解读。何谓朋友？因为从来没有过，所以不知道到底要怎么样的关系才能够称得上是朋友。朋友？凤九儿原本是打算和他聊天，好分散他的注意力，可没想到现在被分散注意力的反倒成了自己。他也不知道自己究竟在想什么，下头不远处就是村落，他快要没机会了。但剑一的问题却还是让人认真思考了起来。朋友便是你开心的时候想要和他一起分享的人，或者你难过的时候想要找他倾诉的那个人。朋友不一定非要在一起，可是在一起时总会有说不完的话题，喝不完的酒。就算你不喜欢说话，你也愿意安安静静地听着他说，要么便是他不喜欢说话，但你明知道他的性格，还是会在他面前滔滔不绝。朋友，他不会真的嫌你烦，不会对你有所防备，会全心全意地相信你，也会全心全意帮助你。有时候，你们会吵架，甚至会打架，可是当危险真正来临的时候，他一定会第一时间护在你身边，就如你也一定会为了救他，连命都可以不要。凤九儿浅叹了声，说了这么多，脑袋瓜里就闪过了好几个人。此生有幸，他还算是有那么几个真正的朋友。剑一依旧是看着前路，目光却渐渐冷淡了下来。我没有朋友。如果朋友就是凤九儿说的这些，那么他此生却是一个朋友都没有。没有人会在开心的时候想到他，也没有人会在难过的时候找他只为了倾诉。过去的凤清音难过的时候也许会找他，但一定是为了让他替他做事，倾诉都成了别有用心。他也没有可以一起笑一起哭的朋友，更没有在一起的时候有说不完的话喝不完的酒的所谓的朋友。心情又一次低落了下去，前方再走上半炷香的时候就该到村落了。银针还扣在凤九儿的指尖，可是这一针却始终扎不下去。他为什么表现得这么失落？为什么看起来这么孤单可怜？
他是个杀手，要是再冷血一些，或许他下起手来一定不会犹豫。但这个杀手竟是不太冷，既有怜悯之心，甚至会因为可以救人而开心。他说在天机堂那几日一起救人的日子是他一生中最开心的时光。他是不是傻？救人那么忙碌，一点乐趣都没有，有什么好开心的？可凤九儿却明白他为什么能开心到这个地步，因为除了救人能带给他快乐之外，他这一生中只有痛苦。这是一个连快乐、激动、兴奋甚至温情都没有享受过的男人，一个可怜兮兮的男人。如果他这一针落下，在他大动脉上直接刺下去，他的一生便会彻底结束了。那么他将真的永远没有机会感受到快乐、激动、兴奋、温情，这些对别人来说其实很寻常的事情。可如果这一针下不去，他的手早晚会被他砍掉，自己的手，他一辈子的骄傲从此都彻底失去了。是要下针保住自己，还是不下针保住他？可是他和他有什么关系？一个想要伤害他的人，他在怜悯些什么？但该死的是，他真的怜悯了。纠结间，剑一忽然停了下来，凤九儿一怔，下意识地将银针收了回去。往前一看，竟然已经到了村落的入口，他的机会也即将彻底失去。可是为什么机会没了，他反倒松了一口气？那口无声的浅叹让剑一眸色微微闪了下，他侧头却只能看到他抱住自己肩头的手臂。为什么不下手？刚才你原本有很好的机会。平静的话语没有一丝一毫的责备，有的只是疑惑。凤九儿心头一惊，手中银针被他捏得紧紧的，冷汗在掌心慢慢渗出，却已经无力回天。他知道了，原来刚才就一直知道，但却连一丝防备都没有。也许是有足够的自信，相信自己可以在他下手的时候即刻阻止，但不觉得太冒险了吗？那时候他手里的银针离他脖子的动脉不过半指的距离，这么脆弱的大动脉轻易就会毁在他的手中，但现在说什么都迟了。被你的话题吸引，没想起来下手。九儿有点无奈地将银针放回到自己的针包里，肉在砧板上，反正是没机会自救了，不如大大方方承认了自己刚才的心机算了，反正已经没机会了，他要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吧。现在的他也无力反抗了。本集播讲完毕，请您继续收听下一集。